要抛弃穷人的性命，天主，求你速来处理你的案件，千万不要忘了那寻觅你者的呼声。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愿天父和基督赐给你们恩宠及平安，也赐给你。今天天主要求厄泽克尔先知书，厄泽克尔先知做一个特别的动作，就是要吞下一卷书，然后吃掉书，那书里面写的是哀伤、悲叹和灾祸。厄泽克尔先知吃掉了那卷书以后，天主说：“现在，起来到以色列那里去，向他们宣讲我所说的话。”哦，这件事让我想起我在波兰入圣年会以后，在我们的整个修士们的陶成开始，特别是在初学院，我们的导师一直提醒我们，你们要好好的把握这段时间，你们可以多祈祷，非常重要的要多祈祷，因为可能以后你们当神父以后不会有这么多的时间祈祷，所以你们现在要多祈祷，跟天主在一起以后因为你们自己得到了天主的恩宠，你们可以把天主的恩宠传给别人，就像厄泽克尔先知他先吃掉天主的话，然后后来把天主的话传给别人。各位教友，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的举行圣道礼，上主求你垂怜我们，因为我们得罪了你。上主求你大发慈悲，施给我们救恩。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能称你为父，深感荣幸，求你在我们心中培育你义子的精神，以承受你所预许的天堂产业。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阿们。恭读厄泽克尔先知书。厄泽克尔，我听见一位讲话者的声音对我说：“人子，你要听我对你讲的话，你不要像那些像叛逆的家族，你要张口把我给你的东西吞下。”我观看时，看见一只手向我伸过来，手上拿着一卷书，他打开书卷，我看见内外都写着字，写的是哀伤、悲叹和灾祸。以后他向我说：“人子，把给你的东西吞下去，然后去向以色列宣讲。”于是我张开口，他便使我吞下那卷书，并对我说：“人子，你要吃下去，吃下我给你的这卷书。”
也要吃饱。我就吃了，这书在我嘴里像蜜一样甜。然后他向我说，人子，起来到以色列人那里去，向他们宣讲我所说的话。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上主，你的教言是多么甜蜜。上主，你的教言是多么甜蜜。我喜爱遵行你的法令，胜过各种财富，因为你的诫命是我的喜乐，你的典章是我的谋略。上主，你的教言是多么甜蜜。你颁布的法律对我有益，千万金银不能比拟。你的教言是多么甜蜜，在我口中比蜜更甘宜。上主，你的教言是多么甜蜜。你的训诲是我永久的基业，使我心中喜悦，我不断张口嘘气，因为我渴慕你的戒律。上主，你的教言是多么甜蜜。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亚，赞美天主。主说，你要背起我的轭，跟我学习，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赞美天主，哈利路亚，赞美天主，哈利路亚，赞美天主，哈利路亚，赞美天主。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马窦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门徒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呢？耶稣叫一个小孩子来，站在他们中间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变成像小孩子一样，绝不能进天国。所以谁若自谦自卑像这个小孩子，他在天国中才是最大的。不论谁因我的名字收留一个这样的小孩子，就是收留我。你们要小心，不要轻视这些小孩子中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天使在天上常常见到我天父的面。你们认为怎样？有一个人，他有100只羊，如果丢了一只，难道他不把99只留在山上去寻找那只迷失的吗？如果他找到了，我是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高兴，胜过为那99只没有迷失的。同样，你们在天上的父，绝不愿意这些小孩子中有一个丧亡了。上主的圣言。基督，我们赞美你。今天的福音让我有点惊讶。第一个我惊讶的原因是马窦他这样编辑他的福音，就是把两个其实看起来没有关系的故事放在一起，就是关于小孩子，然后后面是
迷失的羊。这是第一个原因的是马窦这样写。那第二个让我很惊讶的原因教会好像跟着圣马窦也这样安排今天的弥撒圣道里的福音就这样好像两个没有关系的故事放在一起，所以应该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后来我想一想，真的有。我们想一想，小孩子跟羊有哪些共同的地方呢？我想主要的是小孩子跟羊，他们其实有时候有无力感。特别是在我们听到的这个迷失的羊的故事里面，那只迷失的羊他不知道怎么回家，可能很想回家，很痛苦，可是不知道怎么做，他不知道要走哪一条路。所以小孩子跟这种的迷失的羊就是有那种无力感，就是我自己做不到，我没有力气，我没有办法，我不够聪明。即使这样的经验在我们的信仰方面也非常重要。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一个教友虽然看起来是非常虔诚的很热心的教友，没有这样的有真正的无力感的经验，那可能没有办法进步或是达到一种那个灵修方面的程度，就是还是停留在这个表面上做热心的教友的这样的程度，可是没有真正的体验到为什么我们需要天主。因为可能他很有能力，可以在堂区可以做很多的事，所以觉得我自己来就好了。可是就是有这样的危险，我就是不好像很少需要天主。所以我们其实应该要有这样的经验，我们才会真正的进步，也真正的了解天主是谁，我们是谁，就是那种无力感让我们真正的了解这种的问题。那如果你还没有体验到，你还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没有你自己没有办法，你做不到的经验呢，希望天主还是会给你。那时候你不要太紧张，你的牧羊人都知道了，他会找你。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帮助福音的传播。主，愿你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我们愿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献给你，为光荣你的圣名，并为拯救世人。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母的榜样，终身侍奉你。主，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也求你生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及一切恩人，生于教会首长、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求你把分施基恩的安慰者圣神进入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阿们，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阿们，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阿们，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请大家祈祷，主，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捐弃成见，扫除障碍，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我们把一切善行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并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祈求。我们的天父，愿您的名受显扬，愿您的国来临，愿您的旨意同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愿天主父降福我们这些小孩子，愿主为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圣道礼仪礼称，我们去传播福音吧。感谢天主。Ooh.